2月28日 ，Angelababy 为武汉前线医护双胞胎姐妹送上生日祝福，发文称：“祝勇敢的你们生日快乐，在前线辛苦了，一定要保护好自己，等你们平安归来，谢谢你们。”巧的是，这天也是 Baby 的生日。这段时间 ，Baby 以捐赠等实际行动支持前线。双胞胎姐妹身上穿的医护服，正是他们此前捐赠的。非凡娱乐是。